家人们，吃饭了啊！红烧鸡，还有我女儿的小龙虾。嗯，往这坐坐。好，好，好嘞。还有老乡给的他自己种的韭菜炒鸡蛋，筷子不着用。这个季节小龙虾特别少，你头露出来行不行？这得花了60多。再往后坐一点就露出来了。我买大掌裤。这个鸡烧糊了，不过还能吃，不是太严重。妈，这小龙虾有高血压能洗掉吗？可以。还不费事了，有点咸吧？你有没有感觉？不咸。嗯，我喜欢吃盐。不好吃。你出哪了？
你爸做菜都没有好吃过。韭菜真香，好吃呀，太香了，嗯，太香了。小光头，这是我家小光头。